家好，我是 Hi Chinese 的季老师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周颖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在这个单元，我们带大家一起学习生活汉语餐厅篇。通过这个课程，大家可以学习简单的餐厅用语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用简单的汉语去点餐吧。您好，给您菜单。你们家有什么招牌菜？我们家烤鸭特别有名，您尝尝吧。好的，要半只烤鸭，还有这个和这个，三个菜够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先这样，不够再点吧。您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白开水就行。好的，您有什么忌口吗？啊，对了，不要香菜。好的，没有别的，那我就先下单了。嗯，好，下单吧。很多人以为汉语没有敬语，其实汉语里也有很多表示尊敬的词汇，特别是餐厅这样的服务行业，对客人要说您，还有和吃同一个意思的尝尝也是敬语。所以服务员向客人推荐招牌菜的时候说您尝尝吧。